好，借问你叫什么名？陈宣彤。台语要怎讲？陈宣彤。好，你今仔日要来甲阿嬷拜年，你要送阿嬷什么呀？送阿嬷一个碗。好，阿叻，你也甲阿嬷讲，送你一个安那？送你一个碗。过来嘞，好哩。好哩。金。金。银。银。好哩，金银财宝满满是。金银财宝满满是。好，来，搁有一个哩，这是啥？搁送阿嬷啥？送阿嬷。一个。一个。春，嘿，阿甲阿嬷讲什么吉祥话啊？好哩，好哩，年年叫春，好哩，年年叫春。好，阿你要送阿嬷，要甲阿嬷讲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谢谢，多谢。